我们去看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哦，比刚刚那边更漂亮，可以看到水库的水坝，超赞！这一定是当封面的啦。死路常常会偷藏宝藏，养成大家去走死路的习惯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个补血补得多。水位满，我才过得去。喂，还好还好，不难。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我还记得我是谁啦。 先下再上吗？哦，这边都有36补血了，真是太棒了！他知道我的需求。是什么？颜料哎。 换取提高了报酬，补血快要满了。刚刚月月原来延迟超多吗？是啊，难怪我起来，你怎么还在洞穴里？ The bridge is filling up. 开始注水。嘿，蛮冒险的，这样跳过来。 完毕了，哈哈！一边玩。我觉得我需要暂停一下下，回来喽。这巫师之路好长哦，虽然说没有像我们那个试炼这么。 这么难，看看它长度颇长的，啊啊！现在怎么办？哦，还可以从这边回来。 不要吓我嘛！真是的，听到冲水声，也太清楚了吧！别说，你什么都没听到，聪明。
这是那什么？看起来闪亮亮的。 好壮哦！ There's definitely something new out here, and I don't think it's friendly. 这什么啊？我想扫描，不见了。难道是熊熊？什么都没听到，放毒。 圆圆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装甲突然没了？ 是那个叫什么的控制机塔，可是没有看到其他机器啊。 熊啊！双爪兽，它现在在哪里？看一下，循环低温一体，展开攻击，它怕火。 这是熊熊，熊有你啊！点亮东西，它就在那个塔附近的，这样我等于一定要在会被消盾的情况下跟它战斗。用这个剑不知道行不行？ 好像不是很有效，可能还是要用这个。 回收它。
我先覆盖。其实萝莉想经验已久，准备要搞事了吗？好，覆盖成功了，好机会啊！ 这好猥琐，熊要哭了吗？不会啦。 好，我们继续前进。 Should be able to get up there. Go, go, go! Here. 上去了吗？好像还不行。哎，小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《小熊频道》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